抢我当名，这灯谜是让大家猜的，谁说是你的了？那你又猜不出来？那你能猜出来？我有什么猜不出来的？这不就是……嗯？这个我也猜不出来。我知道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知道你说？这么简单都猜不出来，还跟本少爷抢？这可不就是一个善字吗？ 扇子，你胡说！这户部一侍郎，可不就是上面有个户？面似关云长，那不就是关羽的羽吗？上任桃花开，辞官菊花黄。你家扇子用久了，是不是会黄？那可不就得丢了吗？丢了就是辞官。哎，这串在一块儿，可不就是个扇？ 好像是点道理啊，呆瓜，这么简单都不会。哎，